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九月三号的台股最前线。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跟昨天一样，又是呈现了一个开高之后震荡走低的一个走势。我们可以看到，指数在早盘的最高点是来到了一万两千八百五十七点，当时是上涨了一百五十八点，但随后呢，你可以看到指数的一个涨幅就呈现逐步的收敛。 到了最低点的位置，一二七三二，高低点的差距大概相距一百二十五点的一个空间。因此，虽然说最终的一个行情呢、哦，它有呈现稍稍拉尾盘的一个动作，指数上涨五十八点，是来到一万两千七百五十七点。但是，我相信对于大多数的一个投资朋友，应该都会觉得今天的行情表现并没有说来的这么样的理想。 但是，老师要告诉各位，实际上哦，看到今天的一个行情，我反而觉得，虽然说没有到全面出现那种呃转向多方这样的一个架构，但是我们必须要告诉各位，我认为行情的发展，它其实一直在往一个好的方向来做发展。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从台北股市的一个技术面来做观察哦。首先，我们刚刚谈到今天的一个成交量是来到两千三百三十一亿，如果你加计盘后的一个成交量呢来,来看的话，它是来到两千三百。 八十四亿元的成交量能，但无论是两千三百三十一亿，或者是两千三百八十四亿，重点是它再度回到了月均量以上的一个水准。而且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哦，它是从八月二十号，也就是画面当中你所看到的这一根爆量长黑 K 之后，呃，经过了大概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在正常交易月的一个状况之下，它有达到月均量的一个水准。 大家听到这里可能会有一些疑惑哈，什么东西叫做正常的一个交易状况？ 大家可以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哦，实际上在八月三十一号的时候，这一根 KK 棒它有突破这个月均量的一个水准，对不对？但为什么我们讲说今天是第一天正常的交易状况之下，它有达到月均量的水准？因为大家不要忘记了，八月三十一号这一天是什么日子？这一天是 MSCI 季度调整生效的日子，所以当天我记得我在节目里面我还跟大家谈到，呃，因为尾盘被动式基金进来哦，大概四百多亿的一。 呃、哦，这样的一个买盘，它才把整个成交量从原本大概在两千亿元左右，一口气垫高到两千四百亿的一个成交量。所以，我们才会谈到说，如果以正常的一个状况之下，今天等于是从这个八月二十号以来，首度出现了一个出量的状况。 而出量的一个状况之下，虽然说今天收的是一根 K K，但今天是呈现了一个收涨，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哦，在今天实际上昨天是站上十日线，对不对？然后今天呢是更进一步往这个月均线以上去做挑战。 当然，我们必须要告诉各位，如果说你从月均线的一个角度，一二七五一来看，它事实上只有超出大概六点左右的一个空间，它并不算是那个十日线或者说是月均线站得非常稳的一个状况。但无论如何，它是出量的态势之下往上去做垫高，虽然说是一根黑 K，但至少指数的低点一路在往上去做垫高的时候，这个才是我们谈到说对于后续的一个行情，至少是往正向的一个方向来做发展。 发展。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再从今天盘面的另外一个现象哦、喔，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行情正在往好的方向来做发展。这个是来自于整体加权股价指数跟贵买指数的一个差别。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指数涨了五十八点，对不对？代表中小型股票的这个贵买指数，它今天跌了百分之零点二六。 如果说你有特别去留意这件事情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哈，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这是加权股价指数它的一个走势图是怎样这样子。那如果你去看那个贵买指数的话，它的走势图是怎样这样子。我想很明显哦，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贵买指数的走势比较强，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这样子讲，就是说中小型的股票表现比较强，投资朋友会觉得稍微比较开心一点。但是你如果你要行情去做回稳的话，实际上你要由大型股来做表态。 什么意思呢？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如果说一直在走所谓的一个中小型股，然后大型股它没有办法去做止跌回稳，我说真的啦，有时候哦、呃、这种所谓的大型股，比如说像台积电啊，比如说像联电这种大型的股票，它如果没有直线走稳的话，它代表说行情会有一个转空的疑虑。也就是说，你这个部分如果它没有止稳，中小型股你即便短线再强，后续它其实都会出现一个比较回档的走势。但是呢，当你大型股回稳，尤其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最主要是来自于外资买盘的时候，通常哈、哦。 他们买这种大型股不会动，买一天卖一天买一天卖一天，他们通常买大型股都是连续性的一个买超。所以，当你大型股回温的一个情之下，虽然说今天的一个中小型股进入到所谓的一个整理，但是哦，只要你的指数继续往上去做推高，中小型股整理之后，它一定会有再发动攻势的机会。所以，你从这两个盘面的现象，一方面是整个成交量开始有呈现一些增量，另外一方面，在整个大啊、呃、大型股回稳，然后小型股。 整理的态势之下，这个也是一个有利于多方的一个讯号。所以我要告诉各位，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定全面去做一个向上的一个翻多，但整体而言往好的方向去做发展。因此呢，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当中，就是大家最主要你要在选股上面决胜负的一个关键。 因此，到底要操作什么样的一个股票？你从今天的盘面当中可以看出两个最主要的方向，一个叫做太阳能个股，一个叫做所谓的涨价概念股。因此，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谈一下有关于个股的部分，你应该如何来做观察。在讲这个东西之前，我要先跟大家讲哈、哦，你看哦，今天的那个家庭股价指数开高走低又怎么样？ 我们今天两组会员一共八档股票，今天有四档的股票收盘是收在涨停板的位置，而且我必须要告诉大家，即便你不是谢老师的会员，我认为你如果昨天晚上你有看谢老师节目的一个观众朋友，今天如果没有赚呃，有一档股票是你手上的持股，有一档股票是涨停板的，我说真的，你看谢老师的节目真的是白看了。为什么？因为这四档的股票里面有三档股票是我们在昨天晚上。 的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做分析的，因此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是我今天会员持股哈，就两组会员，一共八档股票，有四档股票攻到涨停板，分别是一八零二的台波。当初在八月十七号我买的是十一块七，今天股价攻到涨停板，股价应该是来到十二点三五。另外包括我昨天晚上还在节目里面谈到的二四零九的友达，当时我们追的是市价。 呃，大概在十点八元左右。今天股价的收盘也来到了十二，呃，这个接近啊十一点八五元这样子的一个价格哈。然后另外包括像是太阳能在呃六四七七的一个安吉，我们在昨天去做进场买的价格是三十八点七五，以及六四四三的一个元金，这个是在八月二十五号进场，我们买的价格是十八块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一档一档来做检视哦，到底这些个股它还有没有具备一个攻击的条件？首先我们先。 从太阳能的股票先跟各位做谈起哈，这个当然还是今天整个市场最主要琢磨的重点。但是我说真的，那个股票涨，每个人都可以讲。 呃，锦上添花的很多，但是你们能够能不能够带你买在关键发动的那个价位？我觉得那个东西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哈，我们在昨天谈到太阳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告诉大家有两档指标性的个股你一定要看？如果这两档股票是呈现续强的，对于太阳能类股来讲，它一定是一个正面的利多。一档叫做六二四四的一个茂迪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股啊、呃、茂迪今天股价的一个走势。 这是今天茂迪的一个股价走势，开盘二四点五五，一瞬间股价就攻到涨停板，来到二十五块四的一个价格。另外一档叫做六五三八的昌河，这个是太阳能的股王，这一样是我在昨天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谈到的。今天股价大涨了百分之五点二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在昨天是不是跟大家谈到，不论是茂迪也好，不论是昌河也好。 这个股价只要续强，太阳能就会续强，好，因此我就不花太多时间来做解释，我们直接进入到我带我会员朋友买的两档个股，一档叫做六四四三的一个原金。 那原金的部分呢？我一样嘛，哈，我就说我有给大家有那个时间去做布局。这个是我在八月三十一号的节目里面，我跟大家谈第一次谈到这一档个股。当时我们讲到的重点是，它第二季单季的 EPS 零点一五元是转亏为盈，同时投信从七月三十一号以来增加了大概六千九百九十六张，成本是十七点七五。你看股价那一天攻涨停是十九点三五，我们是买在十八块六，而且当时我也告诉大家，日 K D 整理之后。 重新转强，它只要增量，它就能够突破前波高点二十点三五。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在九月一号股价拉出了第一根涨停板，然后接下来的一个行情就连续四根往上去做一个发动。呃，九月一号涨停，九月呃九月一号碰到涨停，九月二号锁涨停板，到今天九月三号，它的股价一样是来到涨停板，价格已经来到多少？二十五块一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呢，我们其实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它的筹，呃，我们简单呃更新一下它的一个筹码的一个状况哈、哦。实际上它应该这一波行情从七月三十号开始买啊哈、哦，我那个那天讲的时候少算到一天，但无论如何，你可以看到。 从七月三十号以来，他一共买超了一万五千四百零一张。大家可以从下面的画面可以很明显看到嘛，哈，这里买一次，这个是七月三十一号买的，然后接下来都是在呃，在这个八呃八月三十一号、九月一号、九月二号，昨天一口气是买了接近八千张的一个持股。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我是不是一直告诉大家说，如果投信从原本没有持股开始去增加它的一个持股的时候，这个反映的就是。 他的一个基本面的转机是让投信的经理人可以认同的，所以他才会去做买进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嘛，哈。 所以到今呃加上昨天的这个接近八千张的一个买超之后，他目前呃从这个七月底以来，他买超的持股是一万五千四百零一张。你看他的总持股是多少？一万五千五百零九张。换句话说，他大概只有一百呃一百零八张左右。他不是在这一波的一个行情买的是之前就持有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的一个成本哈。当然昨天买的价格比较高，他就会去垫高它的成本。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是，头信也。 不是笨蛋嘛，对不对？他这个地方去做追高的动作，为什么？大家可以去问一下。 呃，问你问问你自己，你就知道啊。你今天为什么会去做追高？因为你认为隔天呃隔天或者是接下来的一个时间点，它还会有更高的价格，这个才是你去做追高的一个原因嘛。所以当然，对于投信来讲，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概念？昨天买一口气买了接近八千张，难道那些经理人都是笨蛋吗？当然不是嘛，他们就是认为说这个股价其实还会有再往上攻击的空间。那接下来哦，对于元金来讲，大家为什么会那么看好说？ 呃，它的一个后续股，呃，股价的一个表现，或者是它的获利的表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现阶段的一个太阳能厂，他们其实都有，呃，简单讲，它就是一一边生产所谓的一个太阳能吸金棒，好，那要做那个太阳能的那个面板，另外一方面，他们其实也在做一些电厂的经营，简单讲就是现在不是很容很流行那个重电嘛。 就是那个农田啊，如果说不耕作的话，就拿来放那个太阳能电板啊，那就是一个小型的电厂。也就是说，这个电厂它所生产的电，它就提供给，比如说。 哦、呃，台积电要买，好，我就卖给台积电；或者是今天联电要买，我就卖给联电。这个叫做电厂的经营，它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复杂，跟那个台电一样，要盖那个什么合一、合二、合三，或者是那个火力发电厂，它没有那么大的规模，它就是一块地，然后有那个太阳能的可以发电的时候，它就可以把这些电卖给所需要的人。这个叫做电厂。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叫什么东西？这个叫做自产自销嘛，对不对？就是我自己做太阳能面板，然后我自己做那个太阳能电厂，而、啊、如果有人买，我就卖给你；如果没人买，我就是盖电厂，然后把电卖给需要的人。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太阳能的股票能够在这一波行情转亏为盈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好，但无论如何哈，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在呃九月二号。 当时我发给我会员朋友的一个讯息，我说：如果说以茂迪的那个评价来做计算，当然这个时候用那个股价净值比来做评价很奇怪，但是你去你去用本本益比来做评估的话，它会失真啊，因为它这个时候刚好从那个最谷底翻身的时候，前面都亏钱嘛，所以你根本就算不出本一比。但是你从股价净值比的角度来看，你就知道说，这一档个股它至少有二十五块钱以上的实力。这个是我在昨天的。 呃，讯息里面我给会员朋友的一个讯息，所以当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今天股价来到多少？今天股价来到二十五块一啊，这应该算是达正了嘛，对不对？但重点是什么？重点不是呃价格来到多少，而是它接下来的股价能够往哪个方向来做迈进。 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后续投资朋友，呃，如果你错过的，你才知道你一个呃重点才，才你才会知道说后续那股价会涨到哪里，到底还可不可以做，这个才是重点嘛，对不对？但无论如何，你如果昨天晚上你有看节目的，你是夏老师会员的，我觉得这一根涨停板你应该要有，对不对？因为我们讲了很多天了嘛，我们从呃八月三十一号当时开始跟大家谈到今天四根的一个涨停板。 好，那除这个这个部分之外，我们再来看这两个股是六四七七的安吉，呃，原金是特别会员买的股票嘛哈，那呃，当然我们要对那个普通会员也要有公平的公平的这样的那个操作嘛哈，所以六四七七的安吉是我们在昨天我带我的会员朋友去做进场的，所以这两个股你看哈，这是九月二号的图卡，对不对？ 所以，我是不是在昨天晚上的节目里面，我告诉大家这两个股它的优势在哪边？它的优势在于，你看，又是投信从原本的零持股开始增加持股的时候，它代表投信开始有看好它的基本面。那时候成本是三十八点七四嘛，三十九块一贵不贵？老是公博贵的，它投信有养一个，你要去想呢、欸，投信养了一批研究员，然后他买的成本，你如果那时候能够买三九一的话，你也只比它贵四毛钱。 但是你没有养研究员啊，对不对？好，所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看哈，那时候我们跟大家谈，然后上半年 EPS 零点九九，第二季单季零点八二是过去六年以来的单季新高。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技术面也是出现转强，而且这符合我们之前跟大家所谈到的嘛，股价先行做整理，整理之后再往上发动攻势。结果今天呢、哦，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现象？今天不是那个投信去买了。 先换外资来做对价了，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这样、個、的一个个股的基本面，它其实是呃法人都做认同的时候，我说真的做这种股票你有什么好担心的？所以你看到哈呃昨天投资买超，然后今天外资接棒，买了多少张？买了两千零五十六张，目前的持股是多少？两千九百八十三张。换句话说，它有七成的持股都发生在今天。 所以同样的一个概念，外资的成本在哪里？今天的平均价格，你不要想说啊，他们都很厉害，都买最低卖最高，没有这么没有那么夸张啦、啊。他们部位这么大，他们买的一定是市场的平均价格。所以你可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平均价格叫四二点三三？所以他们买四二点三三，今天股价收涨停板四十三块，贵不贵？其实也还好嘛，对不对？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同样的概念哈，重点啦、啊、哦，因为股价是经过了。 呃，七月中旬到现在的整理，大概一个半月，接近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那突破之后，当时我们能够给呃原金的目标价，当然我们对于安吉也有目标价，好、哦，但是因为这个股价第一天发动嘛，哈、哦，所以我们先保留这个价格。所以同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投资朋友，其实你看节目哈，吴奇尊应该阿内贡哪的是贡，呃，你看节目赚到，你如果跟着夏老师后面去买，你赚到，那夏老师也帮你开心呐、啊。 问题是说，你今天做到最怕是什么？做到你做到一档股票，然后它可能是大波段，结果你只做了前面一根，你就把它出光了，或者是说，呃，它是那个往上冲高之后掉下来，结果你不知道要出，然后你从原本的赚钱爆成赔钱。 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了哈、哦，所以我们才会建议大家，就是说，如果你要真的要有一个及时性的一个操作的话，其实最好的方式哦，还是跟着我们一起进场出场。我觉得这应该会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好，那太阳能的部分讲到这里，好、哦，我想原晶、安吉这个你看，我看昨天的节目就好了啦，我都不用多讲。今天股价其实就是最好的印证嘛哈、哦，两档个股都攻到涨停板的位置。 那接下来哈，这档个股我没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过，但会员一定有。这是我们在八月十七号，我带我会员朋友去买进的一档个股。那这档个股呢，事实上当时啦哈，所以我们就讲了嘛，你要去挑到对的股票，然后技术面强势的股票，即便短线上面或许它股价没有走的这么快，我嘛共贵了嘛，我唔是大概每股票给登刚到涨停板嘛，一动作还是行哦。但是我们能够找到。 好的股票在对的买点切入，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时候，投资朋友你就有机会赚到那个波段的机会。所以你看到这个部分，这是从呃，我们先讲一下为什么我们当时会呃去买这一档个股，原因是因为它是属于涨价相关概念的股票。呃，涨价概念相关股票那时候还没有消息出来，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研究团队嘛，哈。那那时候大家就可以评估，就是呃，为什么哈？那时候如果你是我的会员的话。 呃，我们讯息这个地方可能小字小一点了哈，但是呃，大家可以稍微放大来看。我记得我应该是有跟大家谈到说，呃，重建的需求，然后以及中国的玻璃报价在往上调升，对不对？那你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嘛，你今天如果说你是做玻璃的，啊，玻璃报价往上涨的时候，你可不可你有没有可能说，你给阿里以猛做生产耶？你也的原物料一点 key 啊？难道你就说啊，我为了回馈客户，我全部自己吸收吗？ 包口令嘛，因为大家开门就是为了要做生意的嘛，所以当你的那个呃原料越来越贵的时候，它要该怎么做，对不对？它就要调涨它的一个价格，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嘛，就跟呃就跟我们现在那个浮动油价一样啊，就是国外涨，中油就跟着涨，台塑也会跟着涨。有没有人说我自己吸收？有啦，要选举的时候就会自己吸收，但这个没有跟这个现在没有关系嘛，就是以台波来讲，当它的产品它的原料报价往上弹升的时候。 它的产品报价要不要去做谈升？要嘛哈、哦，所以呃后来消息出来了嘛哈、哦，从九月一号开始，中国白玻璃的产品，因为他们最主要的市场在中国了哈、哦，呃产品调涨六十人民币每吨哦，或许大家会觉得说，老、哦、师啊不哇这啊，但是我讲过，这种景气循环的股票，它的股价一定会跟着什么动？你看哈、哦，包括像景气循环股票像什么哈、哦，像钢铁股哦，钢铁股最近是不是因为那个？ 呃，八月二十七号，中红跟东钢都开盘价，然后盘价啊，包括中钢开盘价是不是要涨？然后东钢股价啪,啪啪啪就一路往上走嘛，对不对？然后货柜哦，那时候我们讲长荣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讲四十尺的货柜，FTU 啊，FEU，对不起，FEU，呃，它的一个价格是涨了，呃，就大幅度往上去做走高，所以那时候我们做的是长荣。那同样的一个概念，玻璃的一个价格涨价，你要做什么？你要做的是台玻嘛。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它过去这五天哈、哦，外资一共增加了七千六百四十三张，成本多少？在里扣，给它涨停板哇塞，十二点三五，这个是不是在外资成本附近？好、哦，那今天一口气买了五千五百七十一张。我说真的了哈，这种股票，呃，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节目所谈到的这种大型股权值股，在产业具备有龙头地位的股票，通常它不会只买一天呐、啊。 这关股票我们是中小型股啊，都、就是每日 n g 点刚都出，g 日每日给点刚都出，它不是这样子操作的嘛，哈。所以今天股价是创下整个收盘价的新高，还没有过十二点四五，但是我觉得明天就突破了啊。但重点是它目前为止的技术面，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是属于一个价涨量增的一个架构啊。这个你有学过技术分析的，这应该不用我讲嘛，哈，就是呃，这当然是一个多头的格局嘛，哈。呃，下方我们放成交量，好，这是一个。 价涨量增多头的一个格局，所以股价当然还会会有高点。好，那我们刚刚讲了三档股票公道涨停板，对不对？我个公子拜哦，我不是今天跟你解涨停板的股票，我是在跟你解在今天之前我会员朋友买的股票，就刚好今天都股价公道涨停板。好，所以你看到这个部分呢，呃，大家可能看到这里会觉得说，老师啊啊，呃，元金也好啊，那个呃，这个所谓的安吉也好。 好，你要连台玻算进去也可以啦，哈，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啊，这个股本也没多少啊。你看那个太阳能股票都中小型股票，好啦，台玻两百多亿算中中中大型个股，那股票涨停板好像也不是这么了不起。我说真的，如果你前面那三档你都不认同也没有关系，重点是什么？我连友达我都事先跟大家讲在前面，这个股本够大了吧？这股本九百多亿块，接近一千亿嘛，挖公归缸啊。 过去这一个礼拜，我每天都讲嘛，我没有因为它股价进入整理，然后我就跟就不敢跟你说，没有啊，我还是每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我认为友达它后续非常有空间，对不对？好、哦，那那时候我们讲的重点是什么？它是不是一样是报价上涨？这个我那时候我还有截一个图给大家看，我说从八月二十号的时候，不论你是 IT 的面板哦，notebook 的监视器的。 或者是你是电视面板，那时候我还跟大家讲嘛，哈，三十二寸涨，呃，如果没记错，应该三十二寸涨七趴多，然后五十五寸涨八趴多，四十三寸的涨百分之十，你还记不记得那张图？对不对？那当时我讲的就是说，这种景气循环的股票，你什么都不用看，你只要看一个东西叫做报价，叫做产品报价。所以当时我告诉各位，我说啊，如果你真的很担心这个行情，呃，这种好像要上不上，要下不下，那你你怕那个股票追在高点。 我说，要不然你买友达嘛我是不是 t it 我是不是告诉大家说，低基期的股价风险不大？那时候我记得我抠着股票的时候，会员还笑我说：“老师，你会不会做股票啊？”我在股市那么多年哈、哦，没有看过那个投顾老师做友达的啦。友达怎么会涨啊？那时候会会员有跟我这样讲，好，那没有关系啊，我们也欣然接受，反正就让看让让结果来说话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哈、哦。 那时候我们讲的是八月二十八号，对不对？八月二十八号到今天的规港，八二八、八三一、九月一号、九月二号、九月三号，你有三天的时间可以买，甚至你有可能买的比我会员还要低。如果你有听把谢老师的话听进去的话，那今天的股价表现怎么走？今天股价是不是公道涨停板？九百多亿的股本啊，对不对？我记得，我记得那个前一阵子有一个那个。 而一般会员哦，他升级成那个特别会员，我记得他跟我们服务员讲的就是说，哦，老师连那个货柜股那么大只的都都喊得动。我先讲哦，这股票不是我喊得动哦，那个股票为什么会涨，是因为我们刚好看到对的产业趋势，不是我去喊它啦，九百多亿的股本我要怎么喊呐、啊，对不对？但是当它的趋势对的时候，我是不是告诉大家大象也会跳舞？那时候我还举过台积电的例子啊。 台电有没有人想过它会从两百五十块一路涨涨到四百六十块？没有。但是资金行情，当你在对的时候，当你大型股要做表态的时候，行情就会这样走，对不？好，所以你看到友达股价攻上涨停板，挖工加息的，立功立功，呃，立功原金太，呃，元金那个太投机，基本面你不认同，安吉股本太小你不认同。好，台波我没讲，算我的错了，好不好？那友达嘞，九百多亿的股本。 这种公司我总不可能我能够影响股价嘛，对不对？但是我们是在对的趋势上面带大家去买对的股票，就这样子而已啊。所以它股价涨停板不是我能够影响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方向跟趋势。那重点回来嘛，哈、哦，就是说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的重点就是，当然为什么今天股价攻涨停，跟昨天彭董讲有关系啊？彭双浪说彭彭双浪说面板景气会旺到明年，好、哦、那。 呃，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哈、哦，再再回头过来看一个东西，一样的道理。好，那面板仅仅讲到明年，你去想为什么今天群创没有涨停板？我带你买的是什么？我带你买的是有达，我带你买的不是群创。但你今天看到群创是没有涨停的，为什么会这样子？难道是因为彭双浪讲，所以只对有达有效？然后明天换这个？ 呃，这个群创的董事长洪建阳董事长出来讲，就换就换群创涨停板吗？不是啦，这个跟产业是有关系的。所以同样的一个同样的一个产业，同样的面板双虎，你要怎么样去挑股票？这个绝对不是说呃你凭感觉或怎么样，这个你需要有经过计算，经过你对于这家公司的了解。好、哦，我先讲哈，因为。 有有客户来过我们公司嘛？哈、哦，我们公司楼下就是友达，但是我我完全没有问过他们。哦，大家知道嘛？就是我们公司楼下就是那个友达的友达的一个子公司，但是我们从来就没有问过他们对于面板体系的看法。就是我们自己研究员拜访，研究员去看面板的报价的调整，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好、哦，所以你看今天股价刚刚涨停板，我觉得不用太过意外了哈、哦。那八月二十一号以来，外资增加了二十四点九万九四万张，成本十一块。 大摩买超五点八万张，他终于来到买超最多的一个外资券商了。所以我那时候讲嘛，我说，呃，美林看十三点十三点六，6, 哦，这个价格我根本没有没有在看呐、啊，因为你没有买嘛，对不对？但是大摩有买，大摩有给目标价、啊，那重点来了，目标价会不会挑战？如果你当初这个价格你没有买，说真的啦，我现在告诉你目标价，其实你也不敢做，是不是阿内？ 阿，啊、今天股价涨停板，阿多奇哈那样、啊、好，那回过头来了哈，我们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呃，我这样子算够意思了吧？今天我们会员四档股票公告涨停板，我在昨天我讲了三档，所以我今天被会员骂，对不对？按说老师公开，那我我我我我们那个看节目就好了。好，所以我今天我就特别这两个股，我我我先讲哈，我们先讲，就是说，你从有达的一个例子来讲。 有达股价为什么涨？面板报价上涨，然后呢？它接下来成长动力在哪里？在 mini LED。好，那 mini LED 的个股，实际上市场当中大家耳熟能详的股票很多啦。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个股过去这段时间怎么走哈。你看哈、哦，二四四八的金典这股票利 AI 代代升，你哪里算都可以啊。这股价大涨嘛？它当初为什么能够从二十三块涨到四十六块，股价涨一倍，不就是 mini LED 吗？ 三六九八的龙达，这不用讲嘛，这两家公司会并成一家嘛，哈、哦，六七零六的惠特，对不对？这个是 LED 概念股，二三九三的亿光，股价涨幅比较小，跟你有关系。好、哦，但是股价其实也也算是大涨过一波嘛，对不？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回过头来哈、哦，就是我刚刚讲的重点，就是当有打股价往上去做冲高的时候，接下来那你要怎么做？有打好，什么东西一定会好？ 第一个面板零组件，第二个 Mini LED 嘛，你有没有？最近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说，哦、呃，友达当然一方面股价，你要去想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当初选择友达，就跟就跟苹果为什么选择友达，不是选选择群创在龙潭开那个秘密基地是一样的啊，对不对？因为友达有它的一个好好的地方嘛，哈。但回过头来，我刚刚要讲的重点是，这个时候还有没有市场还没有发现的苹果 Mini LED 概念股？ 我告诉各位，绝对有，哦，绝对有，就好像当初哦，你还记不记得前呃八月底的时候，那时候我直接跟大家预告说我要做一档特斯拉的概念股，对不对？那后来你知道是六二八八的连加嘛，我们买的地方还好啦，就买在这个价格，八月二十七号，隔天股价攻涨停，这里开高我把它出掉。你说老师后续有高点，不管啦、啊，因为我们去做其他的股票，其他股票也是赚钱啊，对不对？好，那回过头来哈、哦。 那时候我有暗示大家，Tesla 概念股股价在三十块钱以下，然后是 LED 股，那时候是廉价嘛，对不对？这时候我们再拉回来，同样的概念给大家猜。好，市场还没有发现的苹果 Mini LED 概念股，三十块钱以下，它是低价股，然后外资近期有进场去做布局。好，那这档个股我就我就先不公开了啦，我留给想要参与我们这个这一档个股的一个投资朋友。你每再讲我打给股票，我都可以有你看啊。 是不是啊？内好，在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说，诶，投资朋友，如果说你这一波的行情，我说真的哈，今天你没有一根涨停板，你的股票里面没有没有一档是公到涨停板的，这个真的都是你对不起我，因为你的节目真的是就不要浪费时间看，我讲真的啊，因为你看了之后，你没有去付诸行动嘛。好，那没有关系，我现在强制你，强制你做出动作，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准备了一档个股给大家嘛，对不？好，所以这个部分。 你错过了前面的世纪钢、永冠联佳，到今天的呃四档股票涨停板，元金、安吉，然后台波。你看多到我自己都忘记。有答。如果你都错过这些股票，那我希望你不要再错过我们接下来要做的这一档。好，所以我们现在推出的那个专案 98, 一四九八，一试就发。我希望投资朋友，如果你想要跟上我们脚步的话，积极购票。 哦，这支股票，我希望你能够跟上我们的一个行列。那如果你要跟着我们一起操作的投资朋友，你可以透过我们的拉 h 特来跟我们的服务人来做询问。什么东西叫做一四九八，一试就发哈、哦？大家，我希望能够把握机会，因为这个专案哪时候结束，我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也许是明天啊。对，讲到这里，我才突然想到，我忘记讲了，我明天节目要暂停一天，好、哦，因为我要去录那个。 股市周报，好、哦，但重点我要跟大家讲的重点就是，呃，这个专案随时有可能结束，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能够把握时间，也许这个礼拜，也许下个礼拜，它突然就 close 了，好、哦，那你，呃，你重点不是那个会费啦，重点是你要跟上啊，好不好？好、哦，所以这个部分，想要加入我们行列的投资朋友，都欢迎透过我们的服务电话或者是我们 l i h t 来跟我们呃服务人员来做联系。那以上就是今天啊九、呃、月三号的台股最前线。